斯主内弟兄姐妹及朋友们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并且保持站立。今天我们不必走到台前，我们就站在各自的位置上。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。圣经历代志下7:14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呼求你的名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姐妹，
来念《使徒信经》一、二、三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如同真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的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现在我们有请王祖祥牧师为孩子们做祝福祷告。我们谢谢。我们请孩子们到前面来，我们先为孩子们捐助祝福祷告，中的他们一心要上课的，请孩子们到前面来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孩子们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记得所有孩子三岁到六岁的今晚上有上课，所以小学生这个留下这里来观赏今晚上这个节目啊。只有三岁到六岁的孩子们，请你们到课室。我们老师去教你们一些课程啊，所以其他的做小学生七岁到十二岁留在一个大堂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今天晚上祷告的主题，我题目呢就是这个品格叫慷慨。慷慨就是一个呢，我们对人非常非常愿意帮助人、分享我们资源的人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少这么少说，多这么多说。所以当我们要慷慨的心的时候呢，我们食物跟人分享。我们的一些需要可能分享，不要只顾自己，所以慷慨的相反就是吝啬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，不要做个吝啬的孩子，做慷慨的孩子，一个愿意呢成为别人祝福的孩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闭上我们眼睛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今天我们感恩，让我们今天孩子们开始培养这个慷慨的品格，让我们对人对事都愿意跟人分享他们所拥有的，教导我们知道一切我们所拥有的都源自于上帝，出于神。我们只是管家，我不是拥有的拥有者，我们乃是你要使用的仆人，是你。主啊，感谢你给我们的许多资源，无论是我们的财物，无论是食物，无论是金钱，无论是任何事情，我们要懂得与人分享。我们看到人有需要，我们去帮助别人，使我们成为一个非常愿意大方、愿意帮助别人的人。将祷告、感谢乃是奉靠耶稣的名字，阿门啊！感谢主。好，这个三岁到六岁的，请你们到课室，现在就到课室上去了啊！其他的留在这边。弟兄姐妹晚上平安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刻我们站立起来，我们来享受我们的敬拜赞美，阿们。今晚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让我们一起来尽心尽性尽意尽意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！相信大家都不要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
神扩高声的吗？阿门。我们相信一直与我们不单单只是要讲，我们也跟着这首歌的诗歌，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动作。那我们唱到你爱最高，最高的时候，我们将我们的双手举上来，最高，我们双手举上来，很好。然后呢，你爱最宽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向它伸出你的伸向你的左右侧，对啦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你爱最深，最深的话呢，就将你的手伸到最低最低最低那边。OK，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爱无止境，无止境怎样呢？就向你的前面伸你的手，伸去前面啊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示范一次，我们来试一次，我们跟这诗歌一起唱。你爱最高，你爱最宽广。向你的前后左右对他说，耶稣是我们坚强的爱。什么心情呢？我们相信呢，神现在已经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这时候，让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，来到神的面前。让我们的心完全的交给耶稣。让我们带着敬拜的心来唱这首歌。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恩。
弟兄姐妹们，大家请坐下。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晚上平安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是到我们奉献的时候了，好不好？这时刻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圣经，到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。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。好，那如果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。雅各许愿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。”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、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好，那我们从这几节经文上面，我们看到这是雅各对于神的一个许愿。而我们看这个很像是雅各把信仰建立在条件交换上，其实呢，这正是雅各对于神的一种信心的操练，因为他凭着他的信心，他告诉神他所要的。那他向神求了他所要之后呢，他也说到他必将神赐给他的奉献在神的国度里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应该把我们最先拥有的那一份，我们的十分之一最先拥有的那一份预留起来，然后我们奉献在神的国度里面。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奉献了这笔钱出去，然后我们未来够不够用，我们过后的日子够不够用，但是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心，我们把我们有的我们奉献出去，我相信神他必大大赐福于我们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阿们吗？好，那下我们就请招待员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亲阿爸天父，我们满心来你的面前向你祷告。神，你看见这里每一双奉献的双手，神，我们知道神你看中的不是我们奉献的数目是多少，神你看中的乃是我们那颗愿意奉献给你的心，神，我们那颗对于神你的信心。神，我们知道神我们奉献了这笔钱出去后，神，我们的奉献出去过后，神你必大大赐福于我们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甚至无处可容。神，我再次把这里每一双奉献的双手交换主的圣手当中，神你来看护，神来保守，将这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啦！欢迎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回家。现在呢是我们的报告时刻，今晚又有什么报告是你必须知道的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Here we go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明天11月20日下午12点，有我们的阳光新年感恩 party， 在哪里呢？就在我们的黄立文 9S 的住家。我们在此欢迎所有的年轻人出席，别忘了带你的朋友哦。下周二至三，10月22至23日晚上8点。台湾欧赞乐团2016年马来西亚巡回演唱，地点就在爱恩汤姆会。我们邀请你全家大小、亲朋好友一同出席这特别盛会。Hello， 弟兄姐妹，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从健康的小组开始。小组呢，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生命的礼物，在小组里面，我们能够团契、
共餐以及享乐，也能够彼此的鼓励和带导，一同的在上帝的爱里面成长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参加了小组吗？若还没有的话，欢迎您一同的来参加我们这个大家庭，从小组开始吧。下周各地区门徒小组请注意，有关小组聚会时间的变动，请询问各地区组长。下周四 MPS 门训班课程休息一周。大家好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知道，祷告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，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及同在，让我们成为转化社区、城市及国家的开始，约定你哦。下周五11月25号晚上8点，有我们的神迹之夜复兴会，在安堂社区教会，当晚将会有高传荣牧师在我们的当中。下周六11月26号6点早上，有我们的教会晨更祷告会，欢迎带全家大小踊跃出席晨祷会。11月27号星期日下午1点，有我们的至亲团契，地点在新城7979关怀中心，主题是与你同在，讲员是我们的王祖喜传道。11月30号星期三晚上8点，有我们的自产团契，主题为精明投资理财之道，地点在我们的爱恩堂母会，讲员为黄凯顺老师，欢迎各位在自产的弟兄姐妹出席。12月17日有我们的洗礼及会员日，有意受洗及申请会员的弟兄姐妹请联络郭美宝牧师。上课日期是11月20日星期日上午11点，地点是在新城教会。12月25号到28号有我们的第三届爱妻之旅，这次呢我们将四天三夜去到 Hat Yai、 槟城以及怡保，费用只需600令吉，想赚我们吗？等什么？快快向我们的王祖喜传道报名吧！12月24日星期六晚上7点，我们一同庆祝中文堂30周年及圣诞晚宴，地点就在新城青龙大酒家，每席只需350令吉，欢迎大家踊跃购票出席盛会。好了，我们的报告结束了，你有把它记住了吗？如果没记住的话没有关系，可以参阅我们每个月的家训。现在聚会要开始了，你期待吗？我很期待，我们在台上见吧，拜拜。Here we go. Ladies and gentlemen, 掌声欢迎我们的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郑宏，现在在台湾，然后这边是我平常工作的 studio。Hello, 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，我是 William, 我人在英国。Hello, 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谢文君，然后现在我在台湾念大学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现在你们哦要上厕所的就上厕所，如果你们要松松筋的，你们就松松筋。有谁想要喝水的就赶快喝水，因为我们等一下的演出非常的精彩，我们这一次都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。因为这次是教会用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不同形式然后带来的表演，保证让大家在视觉上跟听觉上有一个不一样，有一个新的这个冲击。就是希望，各位，不要因为上厕所，然后错失了这个美好、这个精彩的画面。所以，就算你等一下想去上厕所，
体都不舍得站起来，因为真的是真非常非常的精彩啊。OK OK， 好了，大家请坐好。我再次的感谢大家出席今天晚上 SY 的推展之夜。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期待我们下一个环节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次我要跟大家讲，我们的重头戏要来了。是，我要郑重的宣布，我们的重头戏即将开始。我要郑重的宣布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呈现即将要开始。让我们一起倒数好吗？5、4、3、2、1，0！哇！大家可以在双眼上耳。尽情的享受我为你们带来的呈现，名为我始终于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掌声欢迎我们 SY 的神秘嘉宾。现在在台湾，然后这边是我平常工作的 studio。Hello， 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，我是 William， 我人在英国。Hello， 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谢文君，然后现在我在台湾念大学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现在你们哦要上厕所的就上厕所，如果你们要松松筋的，你们就松松筋。有些想要喝水的就赶快喝水，因为我们等一下的演出非常的精彩，我们这一次都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。因为这次是教会用就是来第一次以不同形式，然后带来的表演，保证让大家在视觉上跟听觉上有一个不一样，有一个新的这个冲击。就是想，各位，不要因为上厕所然后错失了这个美好、这个精彩的画面。所以，就算你回家想去上厕所，你都不舍得站起来，因为真的是真非常非常的精彩啊。OK， 好了，大家请坐好。我再次的感谢大家出席今天晚上 SY 的推展之夜。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期待我们下一个环节，是不是？然后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，我们的重头戏要来了。是，我要郑重的宣布，我们的重头戏即将开始。我要郑重的宣布，我为大家带来的呈现即将要开始。让我们一起倒数好吗？5、4、3、2、1，0！哇！大家可以在双眼上耳，尽情的享受我为你们带来的呈现，因为我始终于。哇！哇！
快点讲怎么样？他这样帅哪会死的？说说。帅就难道不会死吗？这样我不是能死？切！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把上班很像这东西超帅的？切，他只有帅罢了，他少了东西就是可爱。全校我只看到一个人这样的特质。是谁？哎，看来我要面对事实了。那个人就是我。钟凯啊你！哎，听说现在练 drum 的时候哦，不然你再也不让我们去看看吧。走。走。Yo, y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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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
Yeah. Come and welcome. Is it ready? Yeah.今天我表演时装给很多人看，然后我又在街上看到几个人 rap， 我又跟他们 rap 了底下。那你看这个 flyer， 他们特别邀请我。啊？你去学校就常聊这些东西啊？爸爸不是很大你啊，你要去参加活动啊，你要去玩啊，可以啊。可是你要懂得去学嘛，你要懂得去有时间去。 读你的书吗？不会每天只想到玩的吗？哎呦，是啦，宝，多读点书啊，为你好啊。是啦。
在家里 Brian 却与学校里体格以及行为大大的相反，不单只不在乎自己的学业，对于父母的言行句子也完全的不尊重，他总是抱着他自己的想法去行动，也并不在乎父母所说的每一句话。请问张一辉，刚我们练到哪里啊？老师是不是练到刚才那里？是啦，不用讲这样多，我们开始。一、二，来了。是新来的吗？啊，对对。哦，你先坐一下先。来，我们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就是这样， Brian 在这几个月都忙于户外活动，可是他却忽略了他的学业。当然在这一次的大考当中， Brian 的成绩考得一落千丈，可是呢， Brian 他却没有把这回事看重要，直到有一天，啊，老婆，你看你儿子的成绩啊，怎么越考越差了啊，天天又降业回来啊，那个成绩啊又越考越差啊。哎呦我的蹦啊，这证明缠了什么朋友没有眼看的、哎、老公，再给他多点时间啊，不要逼他，等下你逼杀他怎么办？你配我一个孩子给我啊，叫孩子有耐心了吗？耐心啊，哎，这几个月他一直都在外面啊，玩玩玩，我都逼我出生了哦，算了啊，可是哟，那个成绩啊，要怎么追？哎呦，不要这样担心啦，等下孩子回来的时候哦，慢慢讲，不懂就讲到他懂咯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宝贝回来了。妈，有什么好聊？你还给我吃？你给我解释好来啊，你成绩为什么一考一差的？说么你比我差我成绩的？如果不抄，你就是不打算给我看的啦。考试都已经过两个月了，成绩单哪有可能不拍？
你从小到大，你只是看我的成绩。你有没有认真想过我喜欢什么？你跟那个爸爸讲话的。老婆，你看，你把你儿子啊宠到啊，就这鬼样啊，有书都不要好好读，天天就是一场嘛，也不三不四的朋友。你讲我可以，你不可以讲我没有，我操了！你们吵不了嘛？一回来就吵吵闹闹了。OK， 我给你两个选择啊，两个啊。第一，你给我留在家里，你给我好好读你的书。你不要再跟我去跟那样不三不四的朋友做买那些东西。第二，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，我不要理你了。你这样不行，我。在这个时候都会与家人享用晚餐，可是经过争执之后他再也不回家吃饭了。老公老公怎么办啊？现在这样灭了，孩子又没有回来吃饭，又不要打电话给我们交代啊，他后面发生什么事我又不知道啊，真的很担心他怎么办。哎呀，等一下我现在去找他啦、啊、现在才讲要来找，你知道他在哪里没啊？如果你当初不骂他就不会走掉。你有讲的没，我也只是为了好吗。哎呀，老婆不要伤心啦，等他回来我再找他倾一下。你最好是啊。Hello?
燕子啊，嗯，你那天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？你给我吃的不是补品吗？哦，大哥啊，你吃一次就要继续吃下去了的咯。你给我吃的是什么？你补品还是毒品？你讲那个是什么就是什么咯。你，像我现在要怎样办？出来啦，我这里还有货，帮你吃好钉钉啊。我迟点再跟你算。两个小时后在 Tesco 后巷见。OK。回来了，祝你也是正常快乐。你生病啊？啊，是啊，我出去买点药。这很奇怪，可能是看好点。省着点啦，拿去。哎呦，比大面包嘛，每个人都爱吃啊，吃下去啊。下去啊，吃就吃啊。吃啊。可能。喂，你说什么？你们俩，哇，不然搞错你哇？啊，你好心不心？你给我写这东西啊？我没有得选呀，我没有得回头了。你不要讲那么多，你给我回家。你有的回头了，我要。我不是你们心目中的那个好孩子。你就当做没有我这个没有这个孩子。喂，刘建立，喂，喂，喂，陈雷。家属，医生，医生，我四句话怎么样了？小姐，你冷静一点哦，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的。可是，病者如果他过不到一个礼拜的过渡期，他将会永远成为植物人。Thank you.
哎，爸。哎，爸回来了，老爸。哎，回来了，你好。哎呀，好啊，爸。你好，好啊。爸，怎样？今天有去哪里吗？没有啦，我脚都掰了，去哪里？你来讲了，哎，妈咪呢？哎，来，今天妈叫你最喜欢吃的炒饭嘞。哎，来，我们一起吃吃红烧。来来来，艾米，佳子啊，来吧，可以吗？吧，可以可以。艾玛 ，Hello， 哇，好料哦！你快点吃啊，还好不好吃 ？OK OK。哇，爽啊，这个味道。有多点回来吃哦，这样子。OK OK 可以。怎样吗？今天好吗？好。你帮你先工作怎样啊？嗯 ，OK 咯，都是这样咯。啊？只是带 girlfriend 回来啊。OK friend， girlfriend 啊。哦啊。没有这样快了哈，没有这样快。哈哈。吃一点先，吃一点先。吃饭。哦，老板。这是不是你最喜欢听电台吗？啊哦，老了就听不到了。哎，可以，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。哎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晚间有爱时间了，我们来谈谈昨晚一位朋友 call in 进来的，讲的他一段朋友的故事，是关于如何从一位学校的风云人物跌入谷底，再重新靠着父母不放弃的爱及扶持，再次从生命中找到的盼望以及希望。老实说，我听了真的很感动，很激励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人生中都在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我们都希望能够被别人肯定，可是在追逐这个过程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呢？其实呢，我们都是父母最宝贵的孩子。与此同时，永远不要忘记，天父就像天下的父母一样，愿意牺牲自己，就只为了给我们最好的。同样，他也会一直守候在我们的身旁，等待着我们回家回转的那一刻，回到自己属忠于的地方，天父的家才是最幸福的。所以你属忠于哪里呢？好吧，接下来呢，我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，名为我属忠于你。
们刚刚看了这个 Brian 的故事，他怎样从在世上面找他自己被认定的地方，直到最后他回到家里。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在神的家里面？我们是不是还在寻找着这个回家的路？还是我们还在找着有什么事情可以肯定我们，可以认定我们？刚刚那个 Brian 的故事，他最后因着他父亲这样子牺牲，有一辆车过来的时候要撞到他的时候救了他。当然他父亲失去了这个行走的能力，但是 Brian 却被他父亲这样的行动换回来，回到他这个家里面。其实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，也是很像这样子，从家里面他走了出去，过后他又再回到他属于的地方。我始终于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的经文就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。这个故事有很多的名字，有人讲他浪子的比喻，有人讲他是慈父的比喻，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，我们唯一一个重点就是看到我们属于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地点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，在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，很像在刚刚 Brian 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他们都同一个行动，就是他们一开始做的同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收拾起来。他们第一个做的行动，决定离开这个家。所以我们这边一句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一二三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。刚我们看到 Brian， 他是住在家里面，但是他的心并没有在那个家里面。很像我们这个浪子，他一开始的时候，耶稣说，这是耶稣的一个比喻，他就说有一个人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但是这个小儿子就讲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通常我们分财产，叫爸爸分财产，都是等爸爸差不多临终的时候，或者爸爸已经去世了，我们才可以分到这个产业。但是这个小儿子他竟然在爸爸还在世的时候就讲，爸爸，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。这边没有讲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分这个产业，我们可以推断的就是可能他想要自由，他把他应得的产业拿到手之后，他有决定如何来使用这些产业的这个的权利，他有这个权利来决定他想用这些得到的产业来做什么，来买什么。其实我们人类都不喜欢被管辖的，就很像是以前我小时候，我要去做一个东西，我要买一个东西，我都会推我弟弟去讲，哎，去问爸爸啦，爸爸比较疼你，都会推弟弟去，因为我们会知道要得到这个允许是非常困难。有时候因为可能我们觉得好的，但是父亲却觉得不好。但是这个小儿子他分了家产，他就可以经济独立，他可以用他分到的钱，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，他可以买任何的东西，他可以走到越远越好。所以人家讲山高皇帝远，就是越没有人管的地方就越好，越离开父亲越远越好，因为没有人在他身边啰啰嗦嗦阿鸡阿做。所以他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小儿子，他不要再受到父亲的管辖，他要自己做主，他要过这些自由的生活。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在他父亲家里面的时候，其实他可以享有他父亲家里面一切的事情。就像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还没有自己成家的，我们住在家里面，水电费变我们交的，都是爸爸交。我们吃的伙食，我们都是家里煮什么我们吃什么，可能我们有做工的，我们会给家用一些那样子。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经济能力的，很像我们还在读书的，我们家里爸爸就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家里供应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，无论是水电费啊、吃喝的
这些衣食起居我们都有父亲母亲在照顾着我们，但是这个儿子他并没有想到这一个，他想到的是，哎，我分了家产了，这些财产是我自己有了，抓在手的东西通常是比较实际的，比较可以感受那个真实感的。哇，爸爸给我500块，爽，我有500块。但是其实他没有想到，他父亲所拥有一切的，他都可以享受他的物质所有的，但是他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他决定分家产，他收拾起来，并且往远方去。所以这个创世纪跟我们讲什么？创世纪一章27-28节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如果我们有读圣经，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我们这个神创造人这个故事我们可能听了无数次，可能就算我们没有在教会，我们在外面我们也听说神创造人。所以圣经跟我们讲明，神是照着他自己的样式造人，所以神要人做的其实就是管理全地，是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。神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有可以管理世界的这个权利，但是人并不要，因为人想要自己做主，自己抓住自主权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喜欢就是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，我们不想别人插手我们的生活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这个不想，亚当跟夏娃他们就被蛇引诱说，你们吃那个神叫你们不可以吃的那果子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啊，然后神讲不可以吃的哦，然后蛇就讲，怎么神讲不可以吃，吃了你就一定死咩？其实不是，是因为你们吃了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像神一样，哎，像神一样，不是很好，像神一样，所以人就觉得自己可以像神一样主宰自己的生命，于是他们就听了魔鬼的话，他们就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人的不顺服，罪就入了人心，我们人就会有这个叛逆的这个的心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再喜欢听神讲话。所以这个小儿子的情况，这故事中小儿子的情况他也是一样，他收拾起来，他不要再受到父亲的管辖，他不需要再受到父亲的许可他才可以做事情，他要的就是心里面自己想要的，他就离开父家往远方去了，他就踏出了他的父亲的家。然而他的故事并没有停留在这边，他接下来的生活并不是过得那么好。第二点我要说的就是醒悟过来，他定义要回到这个家，就在那里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在那里他任意放荡，浪费货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许多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一个雇工了。他一开始离开家，他可能真的是过上一段好日子，他那边说他什么，他是任意放荡，他浪费货财，他可以做自己想要的事情，听起来是非常好的，但是怎么钱会用完了？他没有想过这个事情，怎么以前住在家里面的时候钱用不完，但是现在我决定自己出来，我拿了我应得的产业的时候，但是钱竟然用完，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到原来住在父亲的家里面才是最好的。但是好水不水，他钱用完的时候，在那个地方又刚好遇到饥荒，然后可能草都没有得吃，不要再讲吃饭，他就贫穷起来。在没有办法之下，他就投靠了一个养猪的一个人，
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不养猪的，所以这个养猪的通常应该是外邦人。犹太人他们通常都有自己这个民族的这个骄傲的感觉，他们就讲，哎，我们犹太人是优等的民族。但是这个小儿子他惨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他竟然帮这些非犹太人打工，并且他还要去放猪。猪对犹太人来讲就是很肮脏的，竟然动都不可以动的那一种动物，但是他竟然低贱到他要去放猪。他不是这个猪场的老板啊，猪场的老板本来有钱啊，但是他是放猪的，在那边帮手打工的。所以没有一个职业是比这个放猪更加糟糕。如果不是处于这个绝望里面，我相信这个小儿子他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的决定，他不会做这个看起来这样卑贱的工。然后圣经讲什么？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。他饿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他想吃猪吃的东西。我们人生没有饿，可能我不知道，我自己本身没有饿到一个地步是要去抢动物的东西来吃的，但是他竟然要去抢他所放的那些猪的食物来吃。所以这个是他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绝望的一个的地步。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一个东西，可能他抢猪的东西啊，抢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想起，这么我要在这边这样做着这样卑贱的事情，要帮人放猪，不单止还要帮人，还要跟猪抢吃。他想，我的父亲家里面不是很多工人的吗？他家里面的粮食足够供应所有的工人，难道我要在这里饿死吗？所以他讲，我要起来，我要回到父亲那里去。可是我之前得罪了他，在他没有要分家产给我的时候，在他不适当的时候，我要求他分家产；他还活着的时候，我要求他分家产，就很像间接咒他快点死这样子。我得罪了我的父亲，他会不会还生着我的气？他就讲，但是人在绝望中什么脸皮都没有，他就讲算了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到我的父亲那里去，我要做他的仆人，我要侍候他，我好过在这里跟猪抢吃。于是他就起身回去，他希望在父亲里面家里面，他不是要回去做儿子，他只是希望爱他的爸爸，求他的父亲给他一个仆人的位置，就是做仆人吧，就是做一个低贱的事情。他要的只是存活下来。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关键的字眼，就是醒悟过来。当一个人醒悟过来，他们才发现到真正对他好的人，真正对他好的事情。这个小儿子他醒悟过来，他才知道原来在父亲家里面有着享之不尽的这个的资源。当一个世人，当一个在世界上寻找着肯定，寻找着一个真正心里面依靠的人，他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的生命里面需要神。如果我们在绝望里面靠着自己的话，事情未必会越来好，可能会越来糟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跟太太离婚过后，他又欠下了一大笔的这些债务，然后过后他的朋友就听到了这个故事，就跟他说，哎，不如我介绍耶稣给你听认识啊。然后这个人他竟然说，耶稣们边度耶稣，边度神噶？呢个世界，呢个世界钱就系神，我自己就系神。这个是他当时候讲的话。然后过后这个姐妹就不放弃，就把牧师也带到他的家里面，就想希望给他传福音，把一位牧师带到他家里面。然后结果这个人他竟然说，哦，信耶稣，除非你叫耶稣自己来找我。他就拿了扫把把牧师跟他姐妹一起赶出家门口，因为他还没有醒悟过来。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是绝望的时候，这个人告诉我，他那天他真的非常绝望，他躺在那个一个大马路上面。如果住龙城的都知道，龙城有一个巴萨，那边有一个大马路是有红，现在装了新的红灯，那边他就躺在那边，他的车过来就撞死他。
但是他等了十多分钟，一都没有辆车，过后他就打消了这个自杀的念头。他就回到家里面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突然间他看到，很像有人在跟他说话：“孩子，不要放弃，到教会去可以帮。”然后这个人就醒悟了过来，他就立刻在半夜的时候打电话给那个向他传福音的姐妹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：“我要到教会去。”之后这个人他就全家信了主，是因为他醒悟过来。其实这个人他就是我的父亲，他，这故事今年刚好是我信主的第十年，所以我父亲就在十年前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醒悟了过来。因为当时我们家里的情况真的是非常混乱的，又大耳窿追债啊，还有很多的事情，大耳窿又威胁说要把我和我的弟弟抓起来。但是就是靠着耶稣，我父亲醒悟了过来，然后他就去到了教会。当然过后他所有的问题也慢慢一步一步的那个的解决。这个就是你们可以私底下来问我，不然的话讲不完，因为神的恩典真是太好太伟大。因为就是我父亲他做的这个决定，他愿意回到神的家里面。一个人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到自己的渺小还有神的伟大过后，他才会做出回到神身边的这个决定。就像这个浪子一样，他发现到自己原来一无是处，若不是他父亲的产业，他根本不可能生存。他一无是处到要去帮人放猪，去跟猪抢吃，他没有一技之长。如果人我们不醒悟过来，我们不发现到原来我们自己是这样渺小的话，我们不会想要需要神。今天我们不要等到走投无路绝望的时候，我们试了很多很多的方法，很多很多的这个的冤枉路，我们才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份。这里在座的每一位，不论你是信了主还是还没有信主，我都想跟你说，圣经讲明世人是照着他的形象而造，我们就应该保持着有神的形象。我们要回到这个跟父亲，神就是神造我们，神就是我们的父亲，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家里面，我们要保持这个父亲还有孩子的关系。不是在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才回到家，不是在试了所有方法的时候我们才回家，我们不是走投无路要死的时候我们才想到神在那边帮我们。所以这个小儿子他最后决定不管什么事情他都要回家。第三点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始终于这个家。经文说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“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们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的。”他们就快乐起来。这个儿子往回家路上的时候还没有走到，圣经跟我们讲，他的父亲在很远的时候就看见了，就动了慈心，就跑过去抱着他。所以这孩子是还没有到家的，但是父亲却跑着过去，但是就连忙与他亲嘴。这孩子就赶快的向这个父亲道歉：“我得罪了神，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做你的孩子。”但是他下一句还没讲完，他本来是 plan 是讲要讲，请你让我做你的仆人，在你的家侍候你，至少我可以存活这样子。但是他这句话都还没有讲完的时候，父亲就吩咐仆人把袍子还有戒指拿出来帮这个小儿子穿上还有戴上，又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过后还吩咐厨房把这个最肥的这个牛肚杀了，要来庆祝这个儿子回来。因为这个儿子在这个父亲眼中就很像死了又回来，然后就很像失去了的又重新得到的一样，他们就因此要欢喜快乐起来。父亲饶恕这个回来的儿子，使他恢复这个儿子的身份，
如果我想，如果我是他父亲的话，那个死贼包啊，你可现在就去厨房那边斩柴，啊，斩柴等于谁什么谁什么都好啊，你这个儿子我不要认都没有关系是吗？但是这父亲他动了慈心，圣经跟我们讲他动了慈心，他把上好的袍子，就是父亲最好的这个的最珍贵的礼服，还有把这戒指给了儿子。戒指在当时就象征权力，这个父亲这个举动就是说我愿意与你分享我的权力。他把鞋子穿上，我不知道什么鞋子，可能是 Birkenstock， 因为 Birkenstock 有一点像那时候的鞋子，但是总之什么鞋子好，他就穿上鞋子。在当时的时代，只有不是奴隶成，就是只有不是奴隶阶层的人才有资格穿鞋子的，所以父亲就跟他说，你不是奴隶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把最好的衣服给你，我把戒指给你，证明我愿意与你分享我的权利。当父亲远远看到这个小儿子的时候，他就赶快冲到他那里去。这里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到那开窗口，看到儿子回这来。这边我们可以想象的是，这个儿子啊，这个父亲，他可能每一天都在展望，都在等待他这个儿子回来。每一天都望着那条他儿子会回来的那一条路，每一天都望着当天他儿子慢慢走开的那一条路，他每一天都在等。当看到的时候，他是主动跑向他的儿子，就证明这个父亲已经等了很久，他不想再有一刻迟疑，不想再有一刻这个孩子回不到家，他快快地跑出去。这证明这个父亲的心是多么的爱这个孩子。所以我们圣经跟我们讲，神爱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，他很想赐福给我们，他很想将这个永恒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但是罪把我们跟神隔开，我们不愿意承认，不愿意回到这个属于我们的家。我们的自私，好像小儿子这样子，还要分一切的产业，他不要再受到父亲的管辖。所以这一切自私、仇恨、可能嫉妒，还是这些任何一切的这些罪，把神还有我们隔开。但是主耶稣他就很像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父亲一样，他主动跑向他的这个小儿子，就很像刚才那话剧里面这个 Brian 的爸爸，看到儿子三更半夜不知道去哪里，他跟着儿子出去，生怕他的孩子做错事情，他很怕他的孩子走错路，他主动跑出去。在2000年前，主耶稣他主动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并且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主动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圣经记载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其实耶稣他死，是因为他做了众人，就做了我们这个罪的这个的赎价。但路加福音，我们刚刚看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比喻是路加福音11到24章。其实在路加福音前面还有两个比喻，一个叫做四羊的比喻，一个叫做四钱的比喻。这四羊的比喻就是讲有一个人他有100只羊，但是他走失了一只，他难道不会放下那99只去找那一只吗？当他找到那走失了的一只的时候，他就欢喜快乐，他请他的朋友啊邻居啊一起的来，就是向他跟他一起庆祝，就是他找到了这只走失的羊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四钱的这个的比喻。有一个妇人，她有10块钱，但是她掉了1块钱在家里面，她不会，难道她不会点灯打扫家里，然后找到那失去了的那1块钱吗？当她找到这失去了1块钱的时候，她就在那边跟邻居讲：“哎，你们一起来跟我一起庆祝。”这个比喻不是算叫你算经济学。可能点灯啊什么那种都已经超过1块钱，这个不是经济学，这个是神的爱，因为他是不计较任何一切，他都要把我那些走失了的羊跌了的1块钱他都要找回来。就像这个
当我们知道那个东西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、最珍贵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去计较任何的代价把它找回来。这个父亲他也不纪念这个小儿子之前他做过的事情，他欢喜快乐是因为他找到了这个他以为不会再回来的孩子，他欢喜快乐是因为这个他以为已经死了的孩子回到了他的家。主耶稣找到我们的时候，他也同样欢喜快乐，因为他不计较任何损失。他不是放下99只羊，他不是放下9块钱，他不是被车撞断两条腿，他是把他的生命献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唯要的向我们世人显明什么是神的大爱。他要的就是为我们开启这个回家的门。所以今天对我们信徒的人来说，信徒来说，我们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，我不是说你们，很多时候我也是，我们不想伸到我们生命中来做主，我们自己要做这个主。但是神他希望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在他手中，不要乱乱做，不要乱乱来。神他所要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好，我们希望神不要插手我们的事。然后对于我们可能当中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，我们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怎样？我们追求的就像刚刚那套戏里面 Brian 他追求的是肯定。我们那套戏不是说你会 rap 不好，不是说你会跳舞不好，不是说你参加学校的活动不好，而是说我们把这个肯定放错在地方。其实最重要最大的肯定其实是在家里面可以找到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给我们永远的保障，无论是工作、财富还是感情。很像我现在上来讲，我都准备一份是纸的，还有一个是我的这个 tablet 的那个讲稿，因为我怕纸不见了我还有 tablet， 或者 tablet 爆炸突然间我还有纸可以看。但是没有东西是可以给我们保障的，因为工作可能会失去马币，不是金钱会贬值，还有政府是帮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，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完全指望政府会永远保持不变。感情可能会变质，不然就不会有小三，不管你追求他的再好可能都会有小三。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可以给我们完全的保障，但是只有耶稣。耶稣他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生命是一帆风顺，他没有应许过天色常蓝，但是他应许的是他常与我们同在。十二门徒在船上遇到暴风的时候，诶，怎么耶稣这样还会遇到暴风呢？其实所以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生命中会遇到暴风雨，但是耶稣却跟十二门徒在同一个船上面，所以耶稣也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这个是他给我们的保障。耶稣有一天他就指着他们徒说，这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。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和特权，不是任何事情可以相比。当我们每次感到不被重视，我们不被爱，或者缺乏安全感的时候，记得我们是属于神。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那一刻起，圣经以弗所说2:19，他跟我们讲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，不是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就是圣经的应许，圣经不是耶稣说你接受了我做救主，你还是站在我家外面的人，这样子我信不信都不用紧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就是，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不是外人。耶稣看我们不是外人，也不是看我们像路过的这些旅客样子，他讲我们是与圣徒同国，圣徒就是现在坐在你身边的那一些，我们是与圣徒同国，而且我们是他家里面的人。
我们不要再靠自己走前面这些未知的道路，我们决定回到神的家里面，我们就能够重新能够享有神一切的恩典和祝福。就像那浪子这样子，他回到家里面，他父亲给他一切他需要的，把上好的袍子给他，把戒指给他，就是代表愿意跟他分享权利，把鞋子穿在他脚上。就像刚刚那个戏里面 Brian， 他因着父亲就是这样子推他一把不给车撞到，但是他因着父亲的这个爱，他回到家里面，他最后我们看到，你们明白最后他其实做了医生吗？其实他最后就做了医生，因为是父亲的爱。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，我们今天我们就告诉神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天父，你创造我，你赐福我，我不要再逃离主你的家，无论是信主还是没有信主的，我不要再逃离主你的家，我的未来也在你手中，因为我始终于，好吧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所以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坐在这里都是被主你称为神你家里的人。主，我们不要再依靠这些无定的事情，这些会可能会变质，这些没有保障的事情。主啊，叫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我们都单单的来看着你，我们眼目单单的来定睛在主你的身上。主啊，保守我们，主啊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主你所创造的，主，我们现在属于你，我们将来属于你，我们未来也属于你，因为主，我们始终都是在于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这里所有弟兄姐妹，主啊，叫我们更加认识你，知道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美好要成就的事情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将一切荣耀一切颂赞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。好，谢谢我们的 Daniel。 那姐妹们大家晚上好，谢谢各位出席今天晚上的阳光青年的推展之夜。那么阳光青年成立到今天呢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那么也因为有一群非常委身爱主的年轻人，所以在这几年里面呢，我们度过了很多甜酸苦辣的日子。那么现在是我的荣幸要向大家介绍我们阳光青年的很重要的人物。当我念到他们名字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走出来，就郑重的向大家介绍他们。好，首先有跟我一起长大的这一班的事工领袖，他们是林文杰、王玉文、池北山、肖文华、郭淑金，当然还有我们非常敬爱的 William， 他现在在英国读书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二代的，那么在也是跟我们一起成长了，目前他是我的事工助手，他是叶俊杰、吴浩南、梁树林、黄永新，就是这位弹琴哦，还有欧佳琪，还有钟友健。弟兄姐妹们，请相信我哦，他们这一班的领袖和助手呢，一直在帮助了我很多很多很多。今天晚上所有一切都是他们策划了，我只是负责来看彩排。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事。当然，在2017年，我们兴起另外一班的小组长，这另外的八位，是因为我们要更有效的去服侍现代的年轻人。现在我要正式向大家介绍这八位的小组长，就是肖伟翔、甘金伟、谢林慧、黄永慧、叶义杰、叶义慧、王凯琳、释俊勇、
在这里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我要代表阳光青年向我们尊敬的王祖祥牧师致谢，因为他对年轻人的那个热爱和负担，他给我们很多的机会，给我们很多的空间，让我们可以不断的犯错，不断的成长，然后在这个空间这个机会里面我们不断的成长，所以让我们能够建立这一群这样的事工，让这一群爱主使命的年轻人被建立起来。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王牧师出来为我们祷告。三年前我一个愿望就是一看到我教的年轻人是最优秀的年轻人，最棒的年轻人，优秀最棒不是因为他很好品格，有很好的一些见证，我要说优秀是因为呢他爱上帝的爱，他做好尽他本分做最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看到当年轻人开始被教导优秀的时候呢，他到外面工作去读书太大的影响，有没有 impact influence， 这是我要看到的东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世界他是要优秀的人，但是要优秀的年轻人，他们在那里呢，他们在这里，我们能够成为优秀的人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今晚上我觉得我需要还没有为他们祷告之前，我也特别为我们当中一些的朋友们祷告。刚才我们的伟康他分享非常棒的信息，一个掌声鼓励我们的各位。因此今晚上的程序呢，我再来一下，我要为一些人祷告。当然我们读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浪子他首先是第一收拾起来，然后第二醒悟过来，然后说我要起来，然后说呢仪式起来，然后就呢快乐起来。原来是人生一个过程，我们靠自己的时候，我们都用自己的方法收拾起来，我们靠自己，我们人生就没有方向。直到一天我们醒不过来，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能靠自己了，我们要靠这位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。他说呢，他不要起来，没人能帮到你，Nobody can help you unless you help yourself. 你要起来，我要起来，不当醒悟过来了，我要起来。结果他说呢，仪式就起来了，就因为他起来之后呢，回到家里面呢，他爸爸非常高兴，为他做了非常棒的一个宴席，因此全家都快乐起来，非常棒的信息。非常棒的一个连串。今晚上我又把当中一些朋友们祷告，如果今晚上你还没有相信耶稣，我怎么当中已经信了主，你信仰还没有坚定，我要先为你们祷告，我要祝福你们。但离开之后呢，这地方真的，你把这祝福带回家，把这个恩典带回家，把上帝给你的丰盛带回家，你人生不再一样，要建立一个非常棒的人生，你一样成为很优秀的年轻人，很优秀的一个呢难过你，神要祝福你们，好不好？我们站立起来，我们去做个祷告。我要为你们祝福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教里面，除了我们敬拜赞美，除了我们呢听到，除了我们受奉献，我们做调往奉献做报告，一个环节是很重要，是祝福 ，blessing， benediction。这祝福是上帝要把恩典加给你，人生不再一样。当我低头的时候，闭上眼睛，我要每一个人闭上眼睛低头的时候，我要这个呼召一个呼吁，我们当中的人，你是否曾经像这个年轻人一样，用着方法收拾你要做出东西？今天我告诉你，你需要耶稣帮助你，你需要耶稣的恩待你人生，因为有耶稣，不但是地上还有友情。地上我们有这个亲情，地上我们有爱情，多做很重要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情理是要天情，上帝的爱，
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要祝福你，或者今天晚上你说牧师为我祷告，我要认识这位耶稣，我要把心敞开，让这位耶稣进来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我要起来，一世起来，因此我就快乐起来。你必须要几次说让邀请耶稣来，他为你为我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是因为爱我缘故。但今晚上我欢迎耶稣进来做我们个人救主生命的主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人生不再一样，你将会成为很棒的年轻人，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，一个影响你世界影响你社会的年轻人。我们的社会我们国家就是要这般的年轻人。你是哪一位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哪一位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当我在数到三的时候呢，哪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叫耶稣帮助你呢，就把手举起来。好，一二三，把你手举起来。如果你叫耶稣来帮助你的，做你个人救主呢，我要鼓励你把手举起来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有哪一位吗？有哪一位吗？哎，你感谢主，特别是第一次参加我们教会，我鼓励你把你手举起来，我要为你祝福祷告。然后今晚上耶稣呢成为你的救主，那耶稣成为你的生命的主，你生命不再一样。无论年轻人无论年长的，也需要耶稣帮助你的把手举起来。有哪一位吗？我要为你祷告。非常不好意思，在这个时刻里面领受祝福，神必恩待你。有吗？哪一位？感谢主。有吗？哪一位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耶稣。好，如果你不好意思不要紧，你就跟着我做个祷告，让耶稣进来在你生命当中。你做完祷告之后呢，就告诉你的同学说，朋友说，我做了这个祷告，邀请耶稣进来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耶稣要祝福你。好，这是跟着我这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晚上我已打开心门，邀请耶稣进来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我相信你非常爱我，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今晚上我如同一位浪子一样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。现在我回到你面前，我要回家了。谢谢你给我这个家，主耶稣，谢谢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。感谢天父接纳我这个孩子。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的名字，阿们。把掌声给耶稣。如果这是你祷告，我相信耶稣就来到你生命当中做你的救主。你告诉你的朋友同学说，我做了祷告，耶稣在我心中的哈。好，这时候我要为着我们年轻人祝福祷告。今天晚上我要祷告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第十一节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知道这些事，你要吩咐人，也要呢教导人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，都要做信德榜样。你要宣读，你要劝勉，你要教导为念，直到我来。你不要轻浮所得的恩赐，是从前这个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去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世上的恒心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呢听你的人。今晚上让我来成为别人的榜样。我知道要成为一个呢而影响别人不容易，特别在时代里面，是歪曲时代里面，要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去得胜我们的环境。今晚上我劝勉你，把你最好的献给上帝。 Do your best and the Lord will do the rest。当我们开始尽我本分的时候呢，上帝一定把恩典加在你身上。我看到这帮年轻人将是芙蓉其中一个最棒的年轻人，阿妹们，感谢主。不但是他们，你们也是这样子。他们双手举起来，如果是基督徒的话，
一个 Christian， 把你双手举起来，为咱们祷告，不要我们前面的我们的年轻人手牵手来同心合一祷告，奉耶稣名字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的保护之下，在你的恩膏之下，我们向他们说话。我们从今开始，他们要开始宣读你的话语，他开始向你呼求的时候，你要把恩膏能力赐给他们，因着耶稣宝血，他们生命要被更新、被改变，成为新造的人。因为我们本是你所造的，我们原有你的形象。我们说你要活出耶稣形象，叫人他们生命要不断被更新、改变过来。我们祷告你宝血滋润他们，他们从今开始，我们求你圣灵膏抹他们。求你与他们同在，赦给他们，叫凡事呢，因为依靠你，他们就被重新得力。靠你的话语，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大山小山都要挪开，信心的祷告，叫他们能够行神迹。我奉耶稣名字，你保险赐他们，从今开始，无论他们是这个领袖的，无论是助手的，无论是小组长的，愿你恩膏他们的服事，让我们从今开始领受膏抹，领受信心能力，在耶稣里面，他们必得到这个应许。你的圣灵要大大充满他们，把恩赐加给他们，把恩膏加在他们身上，把恩典加在他们身上。我们将感谢，我们祷告，还是奉告耶稣的名字，阿门。要不要掌声给耶稣？阿门。好，感谢主啊。好，我们做结束祷告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非常棒的一个呢表演，非常棒的信息，在掌声鼓励我们所有的这些年轻人。对，感谢神，我们教育是有盼望的，因为有儿童、有年轻人、有年长的啊。所以我们祷告说，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事实，弟兄姐妹，我马来西亚是有希望的，阿妹们。因为有年轻人就有希望，阿们，感谢主，我相信神要大大使用他们。所以今天我们把双手举起来领受祝福，为着你家的孩子祝福，为着年轻人祝福。我要相信我们看到的孩子都是最优秀的年轻人，这最棒的年轻人，在他凡事都能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主导完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免了债，不叫我们一切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愿主耶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与我们做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感谢主。愿神祝福你们，彼此握手，和愿神与你同在，我们平安散会，谢谢。谢谢了。